做阿妈的呢，你安尼闪闪无安尼，安尼看规场闪闪闪无安尼，拢穿网啊安尼吼，你搁知影人穿网啊？嗯，我卡早拢穿网卡的，网卡有无卡啊？卡拢穿网啊，或者网卡啦。嘿啦嘿啦嘿啦呀！啊，来芳姐，来我开讲者哦，来啦。你叫我遐，嘿啦，我要甲你甲你讲一箱鞋啊故事啦。安尼啦，安尼啦。哎，黑雨封锁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我一届伫包公庙跳舞，跳到跋倒，你有印象？你有去啊？我有啊，我过去。无印象。我过去。去做生意。七月七十。啊是啊。迄个包公庙，嗨，三条轮遐，三条轮，哈，爱讲三四代，啊，啊三四代，结果我迄阵就是穿一双，因为我衫是紫色的，啊，我穿一双，要搭配一下，啊，我专穿安尼舞台安尼有空，哈，全扮袂起来，扮袂起来，要扮起来全滑倒安尼，好，全甲足侪人拢甲铺上网，哦，真的哦，全伊个苹果日报也铺，啊 YouTube 也铺。嘿啊 ！FB 啊，铺主持人，那个跳舞跳到跌倒啊，就是我啊，真的，就是我，嘿，就是你哈，都红了，都红了，对，红的发紫，红的都是紫，没错，对，都是紫，红的发紫，起来就像个平意思，哦，是哦，安尼啦，好，啊，了解不？哦，了解，了解了哈，嘿，知道，好，知道了，所以意思说我现在要那个。优秀嘞，安尼你爱注意啦。好，我若看人穿安尼，我拢做替你烦恼的。哦，是安尼，无，迄是因为你动作肯定较大吧？嘿，我等下跌倒的时候，你会甲我抱嘞。嘿，啊，不要给我抱上去哦，我跌倒的话。啊，你知无？对啊，说芳姐难得跌倒的话。啊，你知无？哦，所以我做替你。哎，较细声嘞哦，嘿，我若跌倒的时阵，哎，穿安尼又缩缩的，即马大家拢穿粗跟的呀。对呀，对呀。拢穿粗跟，唔敢咧穿迄又缩缩的啊。看这双就知你买几档啊？系，哎，无，这双是迄个我搁刚买。对啊。应该第三手啊。诶，我不知道诶，对啊，差不多吧。应该第三手啊。系啊。就是迄个上，迄个碰气。不是，嘿，这是迄个是。哦，他收三不做，嘿，哎，三郎，哦，嘿，人讲伊迄个爬袋爬袋迄个，嘿，我感觉应该是爸爸，我感觉钢管啊，四两七四两七啊，小龙女小兵的，小龙女小兵，应该叫这名哦，哦是哦，系啊，我哪唔知，哦是哦，哎你不认识吗？伫阿姨家吗？哎，对呀，系啊，知嘛？阿姨家我拢知啊。哎，是啊，系啊，我拢知啊，吼。是哦，啊，我真侪唔捌嘞哦。哦，对啊，应该是吧。啊，是有一阵嘛，我拢无叫阿姨啊，是安那。我嘛唔知呀，系啊，伊即摆休困，系啊。哦。对啊，对啊。不是不是，我们之前常遇到，对不对？你之前在前一家公司嘛，啊，你今麦来这一家公司嘛？对。哦，安尼对啦，我很少跟这家公司的梅亚接触。不是，他是阿姨的。对啦，啊，对啊。哦，对呀，对呀，我之前是那一边的，哦，对啦，对啦，那好，哦，对呀，对呀，我都跟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哪，我就叫哪。哦，真的啊，我害羞。干嘛这么开心？你这么爱我。哎呀，哎，你们知道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？为什么烤肉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你不在吗？啊？是的啦。哦，是的啦。系呀，我在啦。系呀的。啊！人拢讲伊着了迄落少根筋，我已经少根筋了，他比我多一条筋，系啊。伊我知，伊我知，系啊。我感觉怪怪，啊！讲的话拢无按照牌理出牌，啊！然后我倒访问呢，我访问较济，我已经上到访问的哦。哦，是哦。我倒访问，甲讲好，你继续唱歌。哦，是哦，嘿，我已经脱线，我感觉伊表哥脱线安尼。不是，就是你个会当。哦，对答哦，我还搭得上线就是了，然后完全搭不上线就是了。你问伊，伊用腰都挂都上久的。你看我介访问，我是用海头的。哦，真的呀。真的啦，这个甲阮你着在一起，嘿，做很多年，做工课看十外年有啊。有这么久？原来我休息这么久。你以前啊。
你以前在那个浙江管机的时阵，他就在了吗？他就在啊。真的吗？哎呀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以前学这个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录了啊。哎、我下面叫黑雨风水的是讲，伊拢在录庙会。拢是庙会，人甲杨诶，杨姨出来录庙会，所以他是专业的录影高手。啊，尾啊，就是讲录，到尾啊，阮大家拢拜伊。哎，所以黑羽风手是他啊，然后我那时候不是还有一个那个黄吗？黄是黑的先生吗？对啊，吼，黑的怪怪叔叔吗？不知道，怪叔叔啊。哦，我不知道。嘿嘿嘿，系啊，啊，就架足侪台诶手机迄个吗？哎，对啊，对，就好有好几个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。那宝可梦架做一支迄个吗？哎呀，好像是吧。哦，迄个已经叫封锁啊。哦，啊，那个是黑羽封锁，迄个叫封锁啊。哦，啊，迄个是啥？迄个叫我想不起。熊啊！哎，阿熊啊！哦，是哦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反正就好多个，好多个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。不，一起专门医疗。哦，他是。嘿。好，因为足侪外场，我予人予伊录。对，伊外场无人爱予伊学，予伊录。哦，真诶呀！诶，有故事啦。哦，是啊，他都会那个卡上面录下面，还是卡中间？不，都不会，都不会，伊是白吧。好好。他讲你莫甲我录，啊，伊录又搁甲弹起哩。哦，有，因为我有跟他说过，他也是丢上去，也是丢上去。对，啊，今天呗，今天我阿公今仔日特殊状况，哈，嘿，无报公司的，嘿，伊就家己录家己看了，好，啊，了解无？啊，我了解，嘿，录了啊，好主持的呢，好主家呢，还是好上呢，安尼，哦，了解，这个是有迄种叫做啥，叫做职业道德，伦理道德，职业道德，伦理道德，啊，这拢无开钱的哦，好，对，这拢是义务的，义务的，哇，很好，对呀，很尊重。他们呐，我都尊重伊诶。系啊，伊是一个专业的摄影高手。哦，是安尼录，到尾也讲，哦，你做够录完呢？啊，物件录完录好。系啊，以后阮只拿到咧，教阮录一个，伊嘛无收钱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哇，这样真的很棒。对，我是感觉我相信大家爱着我。你知道我故事？你知道故事就是我咧主持的时阵，麦甲封门，麦甲我录起来，因为这叫我的智慧财产。哦，对，真的。有当时我的笑话是我家想的。哦，对。嘿，因为大家会一直 copy， 我学来的。对呀。对，啊，所以伊讲好 OK。哦，这就是安尼尔啦。对呀。我说，刚目前他们这个摄影师还是保持骂级的。对，搭配的比较好啦。其他我拢。No， 哦 ，No， 安尼，对，了解了哈，啊，了解，好啦，安尼，等下看下你讲中秋节烤肉的由来，先唱歌，好，安排，热情恰恰，谢谢。哦，我做该几条歌？恰恰，想要告诉谁热情恰恰，越特长越爱热情恰恰，越养生越还流行过爱。等我下。我就是音乐的主角，但我啥物力量无用，甲你讲，未来西藏有打扮，高跟鞋水当当，香水喷香香，我就是音乐的主
说要吃点什么，爱的小花朵。Oh baby， 跟着感觉走，热情的恰恰恰恰，想要快速的热情恰恰，越跳恰越快热情恰恰，越跳恰越嗨的就是。世界大，趁钱啊，趁水，嘛就得当春夏秋冬，四季在，今年在本我落来，会当愿你看是定位为大进宅，谢谢，感谢。关于呢，中。